天的单元是第五单元第二小单元，来，我们先翻过来，色彩变变变。我们之前都讲过前面第一部分嘛，啊、哦，我们一打开眼睛，哇，接触到的都是有颜色的，那五彩色。无颜色的，没有颜色的就是黑。再来嘞，透明，透明，还有嘞，白。然后呢，两个混在一起又变成什么？灰。哎，谁说灰？哦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来，那我们黑白灰如果撇掉的话，哦，在我们一打开眼睛看到的，你看皮肤色有没有？衣服的颜色。风黑色哦，来，什么？那刚好是这一个相角形，对不对？对。风黄蓝，来，那今天呢？它是原来的第一排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第一次色。第一次色啊、哦，好，再来，它会发展出它生出来的小孩有没有？生出来的小孩叫做第二次色，黑色。那黑色那个是五彩色。来，这么好玩的磁铁街，是不是很想动手玩玩看？来，我会，我们下期还有鞋课哦。那我们下一期也可以来玩玩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是的。来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？哦，对了，我们来数一下，真的有12吗？有。来，从最上面12点这边开始。玩。来，从这边这个是很像我们的时钟嘛，啊、哦。来，这个从这边一点，好，一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。哇，刚好真的是哎，12色像盲通。三原色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慢慢去变出来啊、哦，就很像你的爷爷奶奶啊、再来爸爸妈妈，再来你，再来未来的你们，谁也会生小孩，有没有？哦，好，很好。未来小孩就会生小孩，未来小孩就会生小孩，1 3 4 4最外围这一圈呢、哦？啊、哦，最外围这一圈叫做这个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呢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要怎么做了？对啊，三明治啊，红黄蓝，那三明治耶。照着光就可以了，用着光。照着光，有吗？眼睛照哦，好，来，老师照他们开灯一下，三元色照，噔噔，玻璃是，你看我混在一起看得出来红黄蓝吗？看得出来，彩色，因为在后面，对，妆粉太多，有些颜色会散掉嘛，哦，那我们。
们今天用这种最简单，然后呢，讲到材料。这是我的小花。